静，跳不起来，跳起来。静静，你死回去，你可以从它上面可以滑下来。有一个，有没有二号了？一个通道。对，还有一个通道，一个直跳的通道，直接滑下来。它会指引你啊，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。啊！我要气魔刀啦！救救！快来我这。对，我来了。他真的是很大很难，他有后脚，有啊，他有啊。欸，我被他尾巴甩出去，孩子。他后脚被他那个尾巴盖住。要跑了、啊。他是在追我还是要跑啊？在追你，在追你。他只是后脚看起来不明显，他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他后脚。他要把他衣服脱掉。对啊，还没报应呢，还没。他说：“给我一下你的头，好不好？”那他头破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身上，他那个掉落物在岩浆上面，我看到了。在哪里？等下再跟你讲，等下跟你讲，等下跟你讲，等下先喝水。有没有看到他旁边？他旁边？他旁边？在他旁边。他旁边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等一下去挖那个、哦，晶晶。哦，成功的把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了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快快快快！该用生命在挖，我说我啦，哎、欸，有没有那个吸烟的？吸烟的放在那边啊，好香、哦！我放了，进回去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挖完来回个血。好了，挖完了，挖完了，挖完了。好，没事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这才第一，打到这边。嗯。是你用生命在挖东西，好烫的。想换枪哎，都。回去啊。你就拿回归球就直接回去了。啊，我有猫再回去好了。看，就先打。你这个猫了，应该就时间就差不多了，它应该就走。你小时候要不要让它睡？但你有没有？他喷了吗？不是他喷。好，不是他喷。他跌倒。然后晶晶就是靠他头，他头打掉才会赢。对，要把他的脑袋打他身体，打他身体只会缩血，要打他头，他只会累而已啦。哎，打！这个很烫，这个超级烫，全世界最烫的了。要不这么讲，还是在打他。要小心那个天花板哦，天花板会掉岩浆下来，那个很烫哦。下每次自己骗啊，我继续了。怎么那么多岩浆啊？很凶很凶！怎么那么多岩浆啊？超危险！有地上也有，真的。这龙家里一定很缺人气。动作很像脚啊！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！哎呦，我有没有粉？他喷歪了，真好！好好好，你吃没吃？真香！真香！烤竹鼠吗？
他。哎呀，换人了，换人了。啊！不要吐啊！好了，我们完了，谢谢，谢谢再联络。他连续喷呢、欸，我的天、啊！我们打这只龙多久？嗯，左上啊，左上角、啊，快20分钟，20分钟。哦，还刚起来，烫啦！哎呦哎呦，修掉啦！修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修啊！撒粉，他中我喽！暗了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是可以喝一下冷饮啊，至少不会休息。喝冷饮啊！可是你们刚学会那个，快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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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来不及。刚收起来要扫的时候，扫超级扫出去，哎、欸，没有。一喵，我有看，我最近有看你玩啊，你也是拿着弩在自杀吗？是拿弩，拿着弓，拿弓，拿弓被打，感谢团。不然我觉得我们已经很进步了。哎、欸，他才就是我们之前要打三次才会打到的地方哎、欸。吧，来吧。知足型玩家七等欸，之前我们打了五等而已，没有第一次打四等，第二次打五等。再来八、啊、没有，那时候把烂灰刚出，下午有看到你。下身在玩，点接招这样。看，为什么有洛克人之前的活动啊？进步啦，没错啊。啊！为自己感到骄傲。开手。开启。什么叫拼机会？开满团啊！嗯，呀，接啊，接啊，干嘛？已经接了，已经接了。吃完两条曼陀珠后，喝下气泡水，觉得自己的胃怪怪的。白痴哦，不行啊！不，这两个不是不能配在一起？是吗？不是喝可乐，我觉得应该还好吧。还是气泡的东西还是会的，还有一点旧吧。等一下，重点是，曼陀珠是整颗吞下去，不嚼一嚼，嚼到快没有才。我不知道，他曼陀珠当药在吃吗？嗑两条啊。需要奶妈妈？不用，不用。反正雷还是会过，对啊，我们反正雷着雷着还是打得过啊，只是打不着慢。嗯，玩棉包，顶多他刚刚就有人不回去换枪啊，怎么棉包？就有人说要回去啊，回归什么棉包？我做睡眠爆桶，我没有睡眠爆桶这东西啊，我做睡眠蛋，睡眠蛋加爆桶，对啊 ，No， OK， 好、啊，我拿中。你连面包，你还比我早玩两个礼拜、欸，才两个礼拜、欸。哦，说一群人挤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哈？你说调调查等级会、啊、会一起升吗？还是？
怎样？他是怎样？是一起练那个等级上去，是不是？会吗？他就是到，连刷五天给的建议，一次玩 P 版，打地打死要讲。要看拿什么武器吧。爆脚的时候等级不高，奖励会很少，所以我们昨天奖励少是因为是……哈？懂不懂？亮亮，你等他们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好，慢慢来。没数，搞懂，搞懂意思就好。对啊，反正搞懂，我们再慢慢打。一刻都不讲话，对啊。OK， 他我知道不讲话，他不想跟我们讲话了。我知道不讲话，所以是。所以是，到奖励越多哦，是上面的等级还是下面的等级？我不要换武器吗？不要啊！哪一个？我不会其他武器。哦，等级要到。七到十七等才有固定三金哦，你们好猛哦！这是不要打掉，然后一直把那个等级练高。嗯，下面的等级好。那我换练，所以所以我们这次要用到十四到十七吗？可以的话就刷看看。好，哦，头发并起。倒重追，就是会加 1.5 倍那个，啊。第一次不打掉，就第一次能打掉我们。那不是要几桶好吗？没有吧，就是四人团这样吧。对啊，然后他是说互相讲一下，啊。不然就是打字而已啊。导虫追踪，就是追踪达人那一个哦。嗯。哦，那就带那个，啊。